夜市吼，头前拢干阿云尔，所以觉得蛮单调啦。还没有说有山。对。其实很漂亮，漂亮。嗯，比你全部云海的漂亮。对对。用长时间长一点，也许可以拍起来蛮漂亮的。奇怪，他那个日出的时间吼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每天去量什么时候日出吼。他们应该有个规律性的。这真安尼安尼吼，真安尼看着安尼，我相机拢无用一个。就蛮年轻。啊，一直照出来啊，给你录影录影。我看大姐夫在了啊。不用录影哈。哦，这哦。好漂亮嘞！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亮嘞。嘿，鱼鱼耶，鱼耶。哇。对啦。值得，值得。你看它刚好那个云雾这样子慢慢一条一条。你打规片搁看无安尼？对啊，对啊。然后中间有一条云雾，这样。还有横条的窗帘。哦，这个丢上去漂亮。哇，值得。刚好它盖下来也是。是啊。你这样直视啊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快啊！它变哦，一速度很快耶。速度很快。速度很快都快来不及了。对啊。我帮我拿下眼镜。对啊。这第二个里面有一个袋子。哦，欢迎。耶。对的，对的。也真的很少看一整颗这样跳出来。嗯。它不是跳出来，阿里棒法照起来脸太黑了。真的。嗯。应该是黑的。嗯。哇，这样戴太阳眼镜好圆哦。哦，愈来愈光啊！嗯，所以四十几分太阳才出来，因为云这个太亮了，没有这个那么红，那么红。阿里山看到日出很亮，它因为它在完全不一样，它在玉山后面跳出来，所以很高。哦，其实已经是很亮了，跟这个不一样。我们这个看好像很近嘞，然后我们在阿里山看到的云哦，它是刚开始是。好像灰的，嗯，深灰的，然后变成稍微灰白，然后雪地的，你雪地那个。OK。我刚好那个就可能比较好。哎，你的眼镜就两个套在一起啊？对啊。对啊，我就直接套的。哦，套在一起。对啊。套在一起，那个开车哎，都用套在一起。直接套。对啊，也还好，把你眼镜。